割稻时节随着进入盛夏已近尾声，这一亩亮沉沉金黄色饱满的稻穗，正是宜兰县五结乡孝威村的最佳景致。这几年来，五结公所跟咱孝威社区发展协会共同会办理着咱割稻啊节这个活动，主要就是要让咱年轻一代会当了解较早做田的经过天时佮伊的辛苦，会当过来佫较珍惜咱即马所拥有的食物，啊，所以讲，伫咱今年的7月21日，星期六，啊，伫只8点开始，就要来邀请所有乡亲好朋友，会当爸母带着囡仔，共同来体验咱两农村的活动，互咱啊世代当传承咱粮食稻米啊，以及咱所有田庄生活啊，伫一代一代来传落去。啊，让这个活动更加有意义。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体验割稻的乐趣，五结乡孝威社区积极争取农村再生计划获得专案支持，将稻米文化推广作为社区的特色产业。咱五结乡有真优质的这个乌龙米、夜光米哈，啊，咱嘛是借这个机会啊来推动啊，把咱这个米哈啊来个行销出去。哦，啊，咱社区因为嘛有这个导入这个产业，就是咱这个挂稻啊饭哈，啊嘛感谢，吼感谢咱五结乡公所来甲咱社区来配合，啊暗时啊，吼暗时啊，伫6点开始哈，啊咱有啊举办一个这个音乐飨宴，吼啊就是讲在啊听音乐的中间啊来享受到，吼咱这优质的这个五龙米啊会办理这个割稻饭哈，这个料理哈，啊来予咱这个大小朋友哈啊来品尝哈，啊当然咱名额有限，咱只开放200个的名额哈啊来这个报名哈，啊当然咱这个食用者付费哈，啊咱啊有开放200个，啊一个人头咱是250块。哦啊，由咱这个料理呢，是由咱孝威社区发展协会这个志工团队，即个妈妈伊呢，这个拿手料理好，这个菜式哈，啊来办理哈，啊来要来给咱这好朋友啊来享用。五结乡公所与孝威社区为了邀请更多民众参与割稻趣，乡长简松树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明吉号召社区老农以及婆婆妈妈一起下田示范用镰刀手做割稻。此外，当地的时令蔬菜和五结特产则成为家政妈妈们的食材，做出一道道古早味的割稻饭来，要犒赏参与活动的民众。有什么菜？什么菜啊？有阿秀啊，有那个菜包卵啊。啊，过来。好鸡巴。小甜，小甜，小甜油啊，小甜油啊。这个仙草。不仙草。仙草啊，粉条啊。哇。帮派，帮派。来有咱传统的料理，哦，啊，拢伫只要有六个来体验。哦，来，大家辛苦哈，啊，食点心，食点心哈。7月21日周六当天，割稻趣暨金穗摇曳稻田音乐飨宴活动有丰富的体验内容，除了割稻、摔稻、长草、扛米袋之外，参与报名的民众也能够凭兑换券拿到精美礼物。五结割稻趣音乐飨宴赞。在地食材做成割稻饭，还可以在稻田里欣赏音乐飨宴，体验农耕文化，将成为五结孝威社区的特色产业重点。